好啦，系嗱，睇下 3D 元宇宙嘅介绍吓，呢个系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。咁我系香港元宇宙 3D 项目嘅其中一位负责人啦。咁大家可以呢个系 3D gen 出嚟噶啦，当然。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我哋项目嘅进度啦。咁大家之前可能都睇过啊，萧生响佢嘅节目里面咧就有播放过我哋嘅一啲片段。就例如話響 Sogo 嘅嗰個場景啦，咁例如話一啲幫助大家去建造唔同嘅建築物嘅一啲程式啦。咁嚟緊咧，我哋就會比較着重於去發展我哋成個互動平台嘅嗰個 programming 嘅。咁但係呢個階段咧，我哋係比較需要多啲嘅人手去幫我哋去支援啦。咁需要嘅就係一啲熟悉遊戲編寫嘅programmer， 咁希望就會係識得C++ 語言嘅啦，咁有Unreal Engine 嘅開發經驗嘅啦，又或者唔識 programming 都唔緊要嘅，咁例如話做翻3D modeling 咧，咁我哋都需要嘅，咁我哋係需要大量唔同嘅人手啦，即係例如話3D modeling、3D animation 啦，即係可能係啲人嘅動作啊，咁呢啲嘅 animation 我哋都需要有人去幫手做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又有呢方面嘅技能嘅話咧，咁歡迎大家聯絡我哋噶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咧。好，我哋會整一啲遊戲，就係希望咧就盡快俾大家可以入去玩噶啦。嗱，就譬如呢個咧已經係其中一個 demo。入面有些人被你打的了，可能就變成是布布來的，或者林鄭月娥間中出這個林鄭月娥這樣。是，我們將會open 這些東西的，好啦，咁我都知道了，做了這個年紀，所謂久病床頭無孝子，大家的熱情當然是衰退，我就要靠我的毅力來支持，我就很想就做到成績出來給大家看看。現在呢就是我希望就招聘更多的人，過去 那年幫我們做事的人呢，他們會成為我們的 founding member 的，這個計劃的 founding member， 將來我們去全世界網聚啊任何活動咧，佢哋都係優先嘅，呢個第一點。第二點咧就係咧，我有少少心意俾大家嘅，就是、送一啲香港我哋餐廳嘅餐券俾大家去食。咁你話幫我哋做嘢嗰啲人啊，我哋每個都會送俾佢嚇。咁佢話我唔喺香港係點啊？唔緊要，你送俾你嘅喺香港嘅親戚朋友，你實有嘅係咪？我哋好需要軟件工程師嚇。我哋好需要室內或室內建築 3D 人士、人類及非人類角色設計及製作人員、game programming 嘅人員，請你去呢度呢個 http://reurl.cc 啊呢度，或者 send email 去嗰度，去呢度填表格或者 send email。你以前報過嘅，如果我哋冇回應嘅，就請你再嚟。我哋咧就真係再急需多啲人手去推進個 program。我希望咧今年咧點都可以推出個時間軸，好唔好啊？希望大家幫下手啦，呢個就係我懇求大家嘅呢個係啊。好啦，要建立個網站咧，這個尤其是有人睇嘅咧，需要好多嘅耐性，因為好多嘅 bugs 呢啲好複雜嘅嘢，係我哋由義工組成嘅建設嘅網站，係不停有新嘅義工加入。如果你以前加入過，最近有一段時間唔得閒咧，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再嚟嘅，好唔好啊？呢段講到呢度就係關於元宇宙嘅開頭啊！一切都係由於我對我媽咪嘅懷念啦。咁就有網友咧就擺咗七姊妹度呢間屋上去。屌你都戇撚鳩嘅，佢老母生日啫嘛，關我撚事啊！